人李准基韩剧《Again My Life》在韩国收视屡创好成绩。之前他与其他主演一起接受采访时许下收视公约，表示如果超过10%就会跳帅气的舞蹈。而本剧也不负众望，获得超过10%的好成绩呢。멋들어지게춤사위를한번현장에서헤이마마가나요항상이거합니다近日李准基就在 IG 上公开了舞蹈影片，率性装扮 Coverside 的新歌 They Let， 并表示很多人许愿这首歌，所以他到舞蹈教室后就立即练习，也马上就录好了。彩蛋中李准基还独自秀了一段热舞，令粉丝超过瘾，大呼帅气。Like that.